现在时间3:50，来到了埔里南平田山道山什么农场，反正名字很长很难念。那这是粉布花，这是喜叶藤，紫色的，很有活力。这是喜叶藤，藤花的一种。好，为这行。嗯，还有椅子哎。喜叶藤。不是鞋啊！哎，我的花不会太开，花水道。要来拍网美照了吗？没有最会拍照的，没有没有最会拍照，就这样子吧，我把后面的人遮一下，谢谢。这里走路要小心，像拱门一样。喜叶藤。哦，这是什么果？柠檬的一种吗？我以为很大哎，其实没有，就小小的一个土地公庙旁边的一个农场。喜叶藤。